结束。小心小心，快抢救抢救抢救。小心脸红了，看得清吗？看得清吗？明明是说请你轻点，怎么请你重一些了？现在还好吧？可以，是不是感觉要断了？各个队连脚趾头都要赢，从上太过分了，到下太过分了，龙哥太过分了。对，哎呀，你跟我来一个，你也来一个吗？很痛的。那你要是赢不了我，多尴尬呀！不尴尬，我看看我有多弱。大小姐，来一个。欣姐这是第一次掰头吧？不是因为……哎呦，痛！真的假的？不疼啊！再流泪了。哪里疼？是哪个地方疼？这里，好痛！这里好痛！在节目当中落泪。啊！好痛！真的假的？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欣姐发威了，要不要哭了？欣姐输了，欣姐要赢了，灭了他！嘉哥不能输啊！痛！